记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除了英俊，其他没什么好说的。笑什么呢？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除了英俊，其他没什么好说的。笑着呢。然后是头条，那小子在那里吵。小来，哎呀，我这天弄好，真是弄好，别好。这好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谁？哎呀，这还不小啊？咋样？特别鲜。啪！那个小子在这儿呢，老板，再给我拿一筐子。老板多少钱单？345。345。赵回，走。今晚面食好口不上，给你好好补。哎呀，那行。嘿，来飞哥。今晚实现生蚝自由啊！哎，我直接飞，在这个上飞。拿你带来的。再给他直接就进来的生腌的，不吃，看我的，给我转这盘全整了。咱们先做一个生腌的。香芹、小葱、小米辣、蒜蓉、香菜、生姜、柠檬片、鱼露、香油、生抽、醋精、鸡尾、白糖，冷藏20分钟啊。咸口的沙拉酱、咖喱、蜂蜜、芥末酱、秘密佐料，切好的芝士丁。哎，来来来，飞哥，你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我也要找你，我也要找你，来来来来来。蒜蓉剁椒酱蒸，上下250度，烤10分钟。来了，上气蒸8分钟。来，开炉！哇，开盖，开菜，哎，来，飞哥，这个最爱。真没没那没吧，吃嗯，不是我来吃烤的，嗯，啊，撑死了，来我来吃蒸的，嗯，没那没有啊，吃烤的。啊，师傅，嗯，哎呀，直接脱，哎呦，都脱，嗯，吃点芝麻不用摘，芝麻让你实现生蚝自由，我有点，兄弟们，卖不卖？卖，80。这大牛筋儿，嗯，哈哈哈！兄弟们，咱们今天搞大牛蹄子，走！又是这个独特的点，走，出发！80、80、40，四十，爷俩，哎，哎呀，是摔的吗？这你们得走开了吗？这想吃吗？真好的东西肯定想吃的吗？想吃的话去个高消费的地方。对，那你吃也是，走，走。师傅，就五个加满。飞哥，快点，拜拜。哎，哎，那个不能改的，又是飞的。看到的情况，肯定好吃，全吃的嘛。先给你们提个，来一个大葱、姜片，飞哥的飞黑不能少，上刀棍。哎呀，老粗。炒个糖丝，放入8年的老冰糖，这就是糖丝。加水，放入牛皮，加入葱姜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，还有各种香叶，放入一丢丢咸盐，生抽、咖喱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5个小时。Later， 你看这大牛筋美不美？看这大牛筋儿。
看着就美啊！来，飞哥，真美。哟，金口巴脑，太香了！你俩要怂了！哟，我是老雷吗？今天怎么看不二的呢？老雷，干啥呢？这是？有个哨吧？没吧，那没事过来放开就行。过来好点啊，过来好点。好嘞，把大肠换死一样，别过来。来点咸盐、面粉、陈醋，抓拌一下，把肥肠上面的粘液都给稀释掉。哎呀，这肥肠真稠，闻着稠，吃着香。你要吃黄鳝吗？长头吧，金刚圈。好嘞，别心里感情啊，吃就做个味儿。来来来，自己给他。对，那地方漂亮。哎，给洗干净的肥肠焯一下水，放入大葱、姜片，放入飞哥的飞梯，填一下浮沫。咱们今天做吊炉烤大肠，先用高压锅压上20分钟。咱们放入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叶，再来点大葱、大姜，少放一丁丁咸盐，再来点胡椒粉，最后来点老抽，上点色。OK 不 OK? Beautiful, beautiful. 又是这个做菜有点糟，腾飞。20分钟，时间到，开炉。对，滋滋冒油，这美啊！这个最大的给你，来来来，先来一口金刚圈。上。没有，没吃呀，肥肠不这个，没吃过，没吃过。肥肠儿的，太完美了。姐，你戴着口罩呢，老李。经常看你视频的，你上镜子，那有点能走路吗？哟，这个做活动行啊！你等一下，飞哥，消息给你们打。你瞅我这，是不是卖不了了？卖给咱了吗？有杆100人快18个样子。就没有老李资料的东西，打吧，打吧。不是半天一会儿了。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做叫花牛肝，先给牛肝扎些小孔，这样方便腌制的时候入味儿。把扎好孔的牛肝放在清水里边再泡一泡。出一出血水，配一下腌料，香菜、生姜、香芹、红萝卜、葱头、香葱，放了五香粉、五味精、鸡粉、一丁丁咸盐、辣椒粉，过来点少许白糖、花椒粉、蚝油、生抽，最后来一瓶情感修复液，把它揉拌均匀，开始腌制，腌制2个小时。OK OK， 汤包。锡纸、荷叶，刷点猪油，
上帝的驴肝头。这哥，上你来了。这哥，这就是他屁股开的啊。怎么样？舒服舒服。会上炕，学会的人呢？你们为什么要吃这块鸡呢？老爱吃这块鸡呢。哎，好嘞。老雷，你吃才是个牛。飞哥，你就是我的小心肝。熊熊火火焰，太上流了。哎呀，这楼上那么美美。得多长时间呢？俩小时。又是这个肚子有点燥，吃饭。兄弟，时间到了，出炉。噔噔噔，这瓜子直接坨，不能走了。嗯，这没人，啥时候吃饭让你吃完不呢？别切了，别切了，吃了片就吃过瘾。嗯，慢一点吃，这噎不着。哎，那这是咋个东西呢？说说对了，你就来个料汁儿。这都不能咽，还吃东西？慢一点吃，那干噎里了，不服。